小婆，就是你先给我收拾啊！真是的，还爹，老板爹，老板，小妹，点礼物看喜欢吗？给我准备了。对呀。哎，亲妈呀，这牛太好事儿啊！选一个吧。那我不客气了，老板啊。选一个吧。我喜欢绿色的。这不适合你，再选一个。这也行啊。这个最好，你傻呀？不好啊，这貔貅。这是你老婆？哎呦，那我就收下了，老板。收拾吧。哎呀妈，这起码我高兴啊，我请客吃火锅，谁都别走，这次我给咱家。外面三万的给2万5就行了。那怎么？干啥呀？给，干嘛不要？喜欢就拿着，又不贵。买不起，干嘛不要？喜欢就拿着，又不贵。买不起，我一个月就3500，那买几万呀？大胆的砍，往店里砍。啊，三百。三百万。嗯，在你工资里扣啊。现在晚上请吃饭。啊，什么老板？连工都没扣。哎呀，为啥想来我们公司上班呀？我喜欢翡翠啊，我想从事跟这个翡翠相关的行业。啊，懂翡翠吗？ 一丢丢，懂一丢丢那不行，你得精通。我喜欢的东西，我肯定可以很认真的把它学好呀。哦，那先跟着我干2天，看看吧。哎，好的，老板，好的。既然你那么喜欢翡翠，我这有一块，你看看。呀，冰种的大圣啊，真好看。喜欢你就拿着吧。给我的。啊，不要钱。谈什么钱啊？你没听说过吗？玉玉有缘人，咱不谈钱，咱讲缘。什么缘？8800元。那我还是还给你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刚刚还说咱俩有缘呢，你是不是不想在这干了？那我还是收拾吧。给钱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我先走了。明天见。拜拜。你是来面试的吗？对啊。那你坐哪干啥？老板，来，我给你沏茶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坐我的前面。 给大家说个好消息，今天我们珠宝界的翡翠大亨胡总要来我们部门视察工作了，一会儿大家积极配合一下，等我的手举起来，大家热烈鼓掌，我把手放下，大家停止掌声，如果表现得好，今天晚上都有收获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不要吃了肚子了。 这太美了吧！这都是摆件啊，这个都是艺术品啊！哎，你看这小鸡雕活了。啊，这不跟你开玩笑，这个叫高山原种一路长虹，知道吧？哦，看这两只熊，哇，这毛发雕的也太精细了吧！看这牙齿，这舌头，有鼻子有眼的吧？这是北极熊吗？北极熊是白色的呀。那它为什么是黑色？它有可能是个串。哎呦我的妈！ 你看这两只鸡，你怎么跟鸡过不去啊？这是鹤。开玩笑的，棕色银鳞，花开富贵，一品青龙。哦，这边还有，过来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墨翠吗？这是一张布，大姐。让我看看。猜我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棉花糖。龙虾。炸！棉花糖和龙虾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是吃的吗？干嘛呢？啊？哇，我认识你，瑞里小。 小二，我们这看，这5点。代表性一件作品，一个细节的一个故事，满满的故事在里面。又长知识了。而且，这些我都好喜欢，能不能送回去？行，很贵的。我是金钱如狗屎。我要这个。来，我该这个多少钱？不贵，28万。给钱吗，二姐？啊？我爱狗屎。天空大地。不是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不藏偏爱也歧视。哎，不是，你二姐，我刚骑着块料子，里面全是裂，你帮我看一下里面能坐什么？我是不是亏了呀？哪个呀？就是这个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呀，你觉得会卡的料子呀？薄裂多。嗯。是可以啊，这种地方可以做手镯的呀。对呀，我是想问你这些地
干面好吃。那这能做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能做什么？我可以做你们的小可爱呀。 Baby you。不是二姐，我觉得我还是亏了。你说这么大一块料子，就这些地方能用，那这些地方不就废了吗？啊，这是整个料子最贵的地方。这是老蓝水，老蓝水它是颜色越深越贵，是吗？看这种地方，半山半水都可以做一个一念之间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哦，这价值很高的。原来如此，我幸亏问你了，不然我就拿去丢了。丢给我？那不行，那不行。这满绿的山水不错呀，这多少钱啊？8800。我能试戴一下吗？可以。8800呀，能便宜点吗？不能，这已经是最低价了。哦。啊！你看一下这个满绿的双面雕刻的一个山水盘，这怎么样？这不行，这不够狠。要狠的是吗？湖北的一念之间，你看这个色，看这个雕工，够不够狠？这还是不够狠呢。这都不够狠。嗯，有了。哇塞，冰胶料的牌子，这个够不够狠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要狠的，狠的。你等着，可以吧？你这还是姐够不够狠？够狠，亲姐。你干嘛呢，二姐？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盯着手镯呢。这玩意儿脏不拉几能盯着手镯？脏不拉几，这是高冰飘花的料子。高冰？这哪里冰了？我懂个球啊！啊，成品的效果。这个是这个定制出来的？就这个。那是挺好看啊。哎呀妈，我都有点心动了。心动你又买不起，那你送我呗。想得美，送我一个嘛，咱俩关系那么好。你叫我一声爸爸，我就送你啊。叫什么？爸爸。哎，爸爸。哎，妈。这西山黑头天，我来关上城门，上上火钻，那么是家宝，有的有家火，那只有一家的门没关呐，门没关，我的刀子帽子没戴，血当穿。哎呦我的妈！上次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们大便以后用手擦擦，以后用水洗，万一没水到底怎么办呀？你不会搓墙上吧？哎呦我的妈！还是搓衣服上？那是不是不擦？等风干。真的想知道吗？想知道。我们家里养了一条狗。啊、上次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们大便以后用手擦擦，以后用水洗，万一没水到底怎么办呀？你不会搓墙上吧？哎呦我的妈！还是搓衣服上。那是不是不擦？等风干。小妹儿，你赶紧去，不要想不开呀！你们不要拿走我，我最近生意不好，我直播间一个人都没有，站起来我的珠宝公司就要倒闭了。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？我体会不到呀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我一个月1500。我我买不起房，我辛辛苦苦驾照被扣了3万，以后再也开不了车了。我没车，我都25岁了，没有男朋友，我嫁不出去怎么办呀？我都38了，我连女儿的手都没牵过。哎你没事吧？你有
啊，你救我干嘛？啊？我怎么救你？你还骂人呢？你这人！你救我什么？你救我这人？你不是初恋了吗？你才初恋呢！啊！我他妈见你进沙子，我抖沙子呢！啥？我抖沙子呢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气死我了！怎么了？我刚刚买的椰子里面竟然进水的！啊！你那算啥？前面刚买了个钱包，里面钱都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今天早上去剪头，到现在我的头还在呢，到现在我的头还在呢。你找谁去？全都是奸商。